各位，又到我们的开箱时间。十天呐、啊，一天只可以购买十个这个强化卷轴箱。我们一次开个100个，看一下可以获得多少个住卷跟住房跟住屋啊。实际来测试一下好了。我们连续点击好了。目前为止还没有住的，一张一张。来个住屋吧。开完了，居然只有一个住的，啊！所以不能一次开啊！哇哦 ，Anyway， 我们这次的测试先到这边，下次见喽。